哦，我们家一点盐巴跟那个鸡粉酱，哦，卖上太强哦，你这个葱油饼就袂吃了。啊，同时有一个帮我那个葱拿过来一下。葱，葱油饼，酱椒。哇，那是什么？冷静，你怎么突然插进来？啊，为什么？谁看不懂？我们家买。像看不？ 那我们当然吃，一定要给做的啊，我无要管你哦，这样做这样就好。咱两个葱油饼哦，葱一定要更长啊，对吧？哦，啊，三厘米，这个这么长，这么长，贵啊，这么贵啊，哎，这么贵，我放那么多啊，我看到我头前还有金，我种两丛，那我还真，你讲说我们要二三六八，那有可能啊，大姐，然后我们慢慢把它捡起来哈，从外面把它捡起来哈，哎，咱来你来记哈。 哎，等你来记吼。嗯。而且嘛，等恁来当即可，恁来当等你甲做葱油饼，互恁妈妈、爸妈食。啊，捡起来的时候吼。我做的，我都。等一下再把它煮开。哦，不，捡起来，不用，等一下还要再放，至少要再放几分钟，它那个整性才会拉起来。所以讲，你做这个时吼，你袂使，爱好有时间就会休困。啊，不过同时恁来提供。 做的时候，你就叫这个过程的话，啊，你得塞一点面粉，哦，这样子它就不会黏黏住，哦，啊，等一下的话，你们自己，因为你们年纪比较大了，啊，这个应该的话没有什么问题。